欢迎观看本日视频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水瓶座放弃一个人的三大表现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表现一，干脆消失。如果水瓶座很干脆了就从你的世界消失了，那就是他想彻底放弃你的时候了。这时的他不会为了你的那些爱情而动心。水瓶座是很固执的一个人，所以他会很干脆的消失。表现二，唯命是从。如果你提出的所有要求水瓶座都顺从，都尽量满足你，不再和你争吵，那可能就是水瓶想放弃你的表现了。水瓶座很有反叛精神，所以当他对你唯命是从，是因为他不想再跟你争论，他觉得那种争论很无趣。表现三，拒绝回答任何问题。如果水瓶座想要彻底放弃你，不管你向他提什么问题，他都会拒绝回答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想让你了解他的任何私事了，所以他会干脆的拒绝你提出的问题。这时候的水瓶座是很无情的，他会想尽办法躲避你，不给你和他见面的机会。本日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的星座资讯，请点击关注按钮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，居家风水布局，平图法术。道长微信：2088-2988。